內地新增48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，其中46宗嚟自河北，而北京同遼寧各有一宗本地感染。河北石家莊的新增病例佔44宗，當地另外有13宗無症狀感染個案。全省所有患者第一時間獲處方中藥治療，同時結合西醫診治。石家莊市居家令期間，醫護速遞員就可以憑住工作證明、身份證、河北健康碼出行翻工。當局亦都增加2000噸蔬菜等糧油儲備，保障市民日常生活所需。